刚 Guns N' Roses， 可是我其实听到这个歌是因为高中的时候，在附中，因为我念附中，然后在附中的时候，其实吉他社是，对，就是在学校里面很 over 的一群人，他们就是有自己的音乐态度，然后对，然后那时候其实那个团就是梦露的前身，就是阿佩那时候在组的，然后吉他手是汪六，那汪六那个时候在学校就是吉他社社长嘛，然后他就那时附中要做毕业舞会。然后呢，我就去看了他们练团，是当时就听到他们在练习这首歌，对，就汪队。然后我那时就对摇滚这件事情开始有一点想法，就是说他们在学校里讲话也比较直接，然后就像我两个刚刚讲，他们就是属于一种比较大无畏、很有气势的一群人，是，然后永远都站着学校最大的空地练吉他，嗯，对。不过小高那个时候自己有组团啊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跟王希文，那时候组的团是唱这首吗？不是不是，我们是唱民谣的。哦、oh. ，对，摇滚我鬼塞啦，狂哉，吉亚奇，对啊，对啊，然后这个歌就是我那时听他们在练，然后我开始因为这个去听很多西洋歌 ，OK， 好，这首歌其实有大概有上百个翻唱。